们去找数学老师去找问问题，有去看就是上课的时候跟人整听去做一些基础题，不要一直去钻研那些很困难的题，先把基础打好。我们用这些方法，然后我们就有一些成绩有明显上的进步，然后就是这个活动就是可以让我们就让我们清楚知道自己的能力。这活动让我们学习到的